周一市场再度呈现震荡调整格局，盘中沪市呈现窄幅震荡。从盘面看，酿酒、煤炭、家电、保险、食品饮料、钢铁、环保、旅游、电力等行业表现活跃，其中煤炭板块盘中领涨市场行业板块。总体来看，周一市场延续近期调整格局，盘中沪指在3250-3280区间窄幅调整，技术性修整特征明显。创业板指数盘中继续在1780点附近调整，短期来看，市场持续回落进行多次探底，预构筑 W 型底形态，市场量能将决定未来市场走势。在当前行情下，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市场结构性机会。笔者龙哥02年入市，十多年来集结了一批民间股神，在一起潜心研究股票多年，终有所获，总结出了一套选牛股的方法，深受股民喜爱，很多朋友学会后抓住了不少涨停牛股。周一沪指收盘走势虽说不是很好，但是笔者龙哥选出的股票再出出现了大涨。就像今天收盘，很多朋友给笔者发来感谢留言说，龙哥，你13号选出来的西部黄金这支股票，截至目前短短3个周期，我们已抓到了26个点的涨幅。你真牛，本周有类似西部黄金这样的短线牛股可以再次布局吗？龙哥，既然有朋友问到了西部黄金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西部黄金这支股票。西部黄金这支股票是13号通过这种思路选出来的，很多看了选股文章，相信了龙哥的新股民，在12月13号都买入了西部黄金这支股票，截至目前已是成功斩获了近42点的涨幅收益。用这种选股思路选出来的短线牛股往往都是批量性的，每次跟大家选出来的都是批量的，给大家学习参考。此类牛股爆发强，挣钱速度快，我也会持续更新讲解。今天同样也选出了一只有望从底部爆发的短线牛股。老粉都知道这只股票后市会如何，能不能超过西部黄金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只要是撑握了这种选股方式的朋友，抓牛股都是一抓一大把，很多之前亏损的朋友学会此法之后都是扭亏为盈，当然如果你愿意学，本人也定然不吝赐教。近期很多人问到了是蓝维600460，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是蓝维作为近期国产芯片概念的龙头股，在本周市场大力打压芯片这一块，芯片概念持续走低。一直有看笔者选股文章的新股民都清楚，是蓝维这支股票是同样是在11月27号底部讲解的，相信很多新股民都抓到了第一波接近42个点的涨幅收益。本周一收盘，该股阴线调整近乎跌停，很多朋友问我这支股票明日走势如何。下面简单分析一下。加速下跌缺口，该股今日出现向下跳空缺口，股价大跌的同时，成交量明显放大，表明场内资金出逃意愿十分强烈，做空动能强劲，短期续跌概率较大。具体解套或者持仓是蓝维不知道如何操作的朋友，我只能说你一定是没有学习到位。经常看本人文章的粉丝都很清楚，此股后期走势我已公布，有心的朋友自然知道如何查看。最后，对于下周的几只类似利好个股已经选出，有兴趣的朋友自然知道那里查看。如果手中持有个股被套或不会判断走势的朋友，都可以一同探讨，本人看到定当鼎力相助，为大家答疑解惑。笔者公众平台 CS3375